高价回收老古董喽！哎，收古董呢？你家不是有一个老古董吗？别瞎说啊，俺家那老古董不能卖。哎，美女，你家老古董啊，我敢收。你敢收也不能卖给你啊，自家人的宝贝了不得的。我肯定给高价。行。这个纹理不错，管子可以。你看这不少钱吧？耶！哎呦我的妈！微波炉准用。我姓韦，韦伯禄呢是我们家祖上一个人的名字，他还在皇宫里当过大臣呢，传下来。我给这个数，20万，2块。在跟我开玩笑吧你？是你跟我开玩笑的吧？你还高价回收，幸亏没给家里边那个老古董拿出来。这个不是家里老古董啊。那废话，那老古董能够随随便便拿出来啊？没得价，这个碟子呢，我给你2枚，我收了。跟想的是，你俩老古董也卖给我呗。不能卖，不能卖！俺家的老古董都上百年了。这再说了，我敢卖，你敢收吗？你敢卖，我都敢收。你要敢收，俺家也有老古董。上百年。为了这样，我给你1000块钱，你待会你看看，我肯定给你满意的价格。看了你也买不了，算了，再去看看吧。走。美女，老古董卖。这了，你开什么玩笑？这不老头吗？这是俺老爹，俺家里边人都喊他老古董。他思想又保守，又古板，还跟俺实在，是真老古董。不，俺知道，你骗人，你吃罪过。是你说给我钱，叫我带你来看看呢。俺老爹，他要我给你卖了。啊！你小子不想好，还买人？买的小心那个什么意思？祝你多一天男朋友。这不过年不过节的，哪有这好事？实话跟你说了吧，我爸彩票中了2000万，催着我找男朋友，我找你帮我应付一下。起开，走开。爸，这就是你找对象啊？什么玩意啊？长个葫芦似的，爸，来葫芦，我这有张支票，今月随你填，但是我有要求，你得离开我女儿远一点。行啊，爸，我们俩的感情怎么能用钱来衡量？哎呦我的妈！他妈，我们走，你看走，离开这个门，你永远不要回来。不回就不回，不是，这是你爸。没事，反正我爸就我一个女儿。行。哎，小米粒，这日子过得一天不如一天呢，孩子这么大了，啥时候给带回去，让咱爸抱抱。不去，咱们必须得过得有点骨气。再说了，没有他，我们过得不挺好的吗？这过得哪里好了啊？中午吃啥都不知道吧？手破烂喽。你去看看还有什么能卖的，咱们再瞅瞅。行吧，说不烂，等一下。哦，好好好。走。爸，你是？不是，爸，我是葫芦葫芦。哎，我不是你爸。朱米粒，爸爸。希望你对这个世界爱着，希望你少了世界。他不是我爸。你俩怎么赌气的？我真不是他爸。你不是他爸，你是谁？我是他当年用30块钱雇来的。哎呦我的妈！那别墅呢？也是他租的。哇，乖！哎，老板娘，算一共多少钱？一共108。哦，108啊。我这经常来的，能不能给抹个零？行哎，都常来的。行，谢谢哈。来，正好你给我18哈。帅哥，你给我18什么意思？108抹个零，那不是18吗？是这么抹零的呀？那帅哥，我们现在店里有活动，充100送500，你要不要充？充100送500，这么划算？那我充一个。充100啊，稍等哈。
那500。是这个500。你就说是不是500吧？那我不抽了，你找我钱吧。我找你什么钱？我一开始不是给了你18块钱吗？然后创卡给了你100块钱，一共是118，返现是108，那你不得找我10块钱吗？那18块钱是抹零抹的呀。我不是充了100块钱吗？我们这边充卡是不退的啦。再说了，这500不是给你了吗？那我这充了这100块钱能不能消费？能哎。啊，那还好。那给我打包一份羊肉吧。那行，打完折扣的话是88.88。我去，这么贵，你给去点呗。已经是打过折的啦。哎呀，给去点，便宜点。行行行，那就8888，给你去点。你这样去点呢？你在开玩笑吧？是你先跟我开玩笑的吧？那抹零就给我剩个零头啊！刷卡还是你？俺不要了。小样，你干嘛？俺老板娘啊，拿包烟。你要说公主拿包烟？俺不会。不会不卖。公主拿包烟。什么烟？哎，美女，我问一下你哈，你有没有过遗憾？当你有遗憾的时候，你建议抽什么烟？我建议抽你自己。你就应该抽你自己，一天到晚遗憾遗憾的，你早干嘛去了？哎，别提了，你给我拿包花子吧，我缓一缓。那七十。好嘞。来100哈。那找你30。哎，先别急啊，再给我拿一包吧。好嘞。哎，等一下。等一下，我回个信息哈。是不是你的遗憾回来找你了？不是，我这朋友最近不是家里面装修急用钱吗？想找我周转呢。我最近失恋了，又没上班，我都不知道怎么回他了。那这好办，你可以让他试试抖音钱包里的放映键啊。真的假的？怎么操作的？打开抖音，在我的界面进入钱包，点放映键，点击集合额度，跟着要求申请，最高额度20万，等其他资金到账了，花上就行。行，那这样我就有话就跟他说了。哎，对了，老板娘，你刚要说什么呢？梁茂言，你应该给我140啊。那你现在手里有多少钱呢？130。我这买两包烟，你也不给优惠10块钱，抠死我了！哎，算了吧，还是给你吧。来，小样，我做那么多年生意，还能给你占便宜吗？那你要这样说的话，那我不要了，你给我退了吧。为什么退啊？那这你就别管了，反正你给我退了就行了。我不抽了，我不想抽我自己，行了吧？那140。一大早晨，一分钱没赚，净耽误事儿。